保龄球的。请收下我的膝盖。邱大神传授高分姿势，而奇葩却是这样打保龄球的。综艺，我的腿。你以为你唱歌时是这样的，而实际上却是这样的。戴耳机的你用的是高雅的美声唱法，而实际上的你为你唱的声情并茂，实际上你眼中的自己是这样的，而实际上戴上耳机，世界都是我的。实际上戴上耳机，你就是 superstar。